Thank you.
先穿一件大袍，铺伫天顶，铺伫天顶的胸前的这东西，要铺这东西呢，唔通先这东西。
把这些钱买回来，拿来对你说啊，把这些钱我是借给你，实质不牢啊，这个实质不牢你们要还回来，还记得了？实质不牢房子呢？天堂的那个经典，古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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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古
兄弟俩，每天一做，每天忙忙一下，你是自己去，我们现在新职业，新职业工资呢哈，但是我就不讲了，因为哪里工资呢？现在是工资，等一下还工资，这等一下我再提一下。Gracias.
请把权回答到这个。那来心心可谓地，地也是地道难啊，地对吧？地地人道，咱的地地人道难啊，地地人道地道难啊，啊，也跟我们的那什么严谨啊，严格的严格的啊，严谨。这心的心境是很辛苦，有道的啊。良心说话呢，比辛苦话呢比较。良心说话呀，你比辛苦话呢比较呀。你良心哪说话呢？咱哪方面会哪啊？真的，这个良心哪说话呢？他一哪不，你现在不教他比较，反正就是不找他了。其他的你，你看啥？都在说话哟，有没有？没有。没有啊？那你就把我们找到的。现在都先修，先搞这个修啥？修身之道，这道德对吧？这咱们那什么方面？哪方面？哪方面？这方面有文章，有块文章来修养、修养这个，还挺多，挺多文章去体现的。
那句话没有？那我先补救啊，是我现在讲，现在一把心不紧了，所以把心紧，我不紧了，我不紧，我不紧了。但是发现是紧，心不紧，所以你现在打的很紧很紧啊，因为我天天，所以哪里啊？咱所以我们不搞好在这些上，屁毛的，你说的，因为我天天天下来是哪，把心将不紧。心啊，是为了心。